田亮曬幸福，执子之手，拖家帶口，森碟的腿亮了。2月27日，田亮在微博晒了一组全家出游的照片，并 @ 妻子叶一茜，说人家的画面是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自己的是执子之手，拖家帶口。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秀幸福？第一张照片中是在酒店的私人海洋，田亮与叶一茜的牵手照，在阳光下，俩人穿着情侣装，同时用脚踢水玩，给人的感觉就像刚恋爱的青少年，青春又活力。丝毫看不出俩人是俩个孩子的父母。第二张照片是全家进入酒店的合照，照片中的森碟长大了不少，网友评论一家人的大长腿，森碟的腿要赶上你了亮哥，哇，我感觉森碟长大了都可以和叶一茜成姐妹了。田亮叶一茜一家四口真的都是颜值超高的一家人，森碟太美，小亮仔也帅，真的遗传了爸妈的优点。田亮表示年年春节旅行都是浩浩荡荡的一大家子，在酒店的私人海洋让我又给家人秀了一把，也让俩孩子玩疯了，大大小小各有所乐，如此就能年味满满，皮这一春节超开心。